自己能够加盟乐天是，自己也是祈愿的。那能够旅日，也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。那自己希望就是能够在明年在乐天的球季的时候，能够有很好的成绩这样子。谢谢。期待しているものは、まあ、あの我々、ロングタイムで見ているので、1年目から、すごい活躍ということは期待はしてないです。2年目、3年目以降と、先発ローテーションに入ってくれればというふうに期待しております。我们希望是用这个长期性的一个合约来看，当然在第一年的合约契约这个签约期间，我们对他不会有太大的这个、要求和期待。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、比较长期性的来培养他。あと契約内容については、個人的な情報なのでなかなか、正確な数字は出せ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、長い期間、そして、金額に関しては、活躍したらそれだけというような、インセンティブベースにしております。由于签约金的这个问题是比较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公布，那我们也希望是长期性的一个签约，透过他的活跃性，透过他的成绩，我们会再给他奖金，这样子的一个长期性的一个签约金的一个制度。好的，介绍我们的这个东北乐天金秋队的这个战袍，我们的14号。143号，好。好的，我们戴上我们的这个东北乐天金秋队的这个帽子。现场来宾给我们的热烈的掌声，我们恭喜我们的宋家豪选手正式进入我们东北乐天金秋队。